吧，两位帅哥，蓝安心，小队友加油，加油，加油！不管是李阳或是王麒麟呢，都非常的活泼。正好来，现场一起喊的好不好？羽球队正正正的哈，一二三，羽球队正正正。欢迎回国，谢谢。为台湾争光，为台湾的羽球争光，我非常的不容易。不管是戴资颖、林洋佩，或是我们所有的羽球选手，甚至我们整个代表团都是如此。每一颗都好贵的感觉。谢谢，就是政府给我们这些鼓励，然后让我们可以真的是感觉到被尊重吧。然后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真的是把荣耀带给台湾。好，我们回到中间。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紫薇。好，那我们紫薇帮我分享一下，这次就第一次站上奥运，心情如何？到现在整个比赛完之后的感受？第一次站上奥运，我自己觉得跟平常的比赛就不太一样嘛，毕竟这个是一个最高的殿堂，然后整个赛事的张力也比较大，对，然后当然在比完赛之后可能会有点难过吧，因为毕竟还是希望可以拿牌啊，对，但现在的话就是想办法再努力让自己更好，然后期许下一次的奥运可以让我有更好的表现。哎，我最想念的是我妈妈做的家常菜，对，因为其实在出国前就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国训中心，很久没有回家了，对，其实我现在最想念的就是妈妈的味道。我觉得这次参加比赛可以出线，当然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目标嘛，但到16强之后我们遇上这次的冠军安塞龙，然后我们是想有更好表现，希望可以突破他，但是很可惜没能成功。但从那一场球的经验来讲，我自己也有学到蛮多的东西，像是下一次遇到他的时候可能要做哪一些的变化。对，我觉得这些是一些很好的经验，而且尤其是在这么高强度的高伤力的比赛场上，然后可以自己有这些体会，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对，我觉得这对我后来要参加可能亚运或是下一届的奥运都是一些很好的开始。好，右边右边也看一下，辛苦大家了，还跑来这边，就是谢谢大家的支持，这样子，谢谢，越来越好了。然后，就是我物理教师，就是一直帮我治疗，就是除了比赛的时候，就是在帮我治疗，所以就非常感谢他。然后就是在之后比赛，我相信也会越来越好的，所以谢谢大家。就是看近期的台北公开赛吧，就是有没有有没有办法可以去参加，然后后面还有一些汤姆斯杯、汤优杯这样子，然后跟后面的世锦赛吧，就是自己在这个比赛之后休息完，也是继续专注在这个比赛上面。想问一下，说刚刚看到那个幻象半飞射出热焰弹，在飞机上面看到的感觉是怎么样？我觉得每一颗都好贵的感觉。对，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花钱也是买不到吧。我觉得就是谢谢，就是政府给我们这些鼓励，然后让我们可以真的是感觉到被尊重吧。然后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然后真的是把荣耀带给台湾。我相信就是这次羽球队大家的表现都非常好，然后特别是李阳、王麒麟，我觉得他们就创造一个历史，所以我想这是对台湾的羽球界一个很大的要进。那我相信这是不是国球，我觉得就是看每个人心目中，但是我相信羽球在台湾大家一定有一个比以前更高的地位了。好，我们看一下左边。好，来右边，看一下我们右边。
再跟你的粉丝挥个手，好不好？小队加油！好，来这边，谢谢。这边，谢谢。这边，谢谢。好。好，不好意思，正前方还有一些媒体。好。好，谢谢。那我们请小戴留步，我们请小戴留步再拍独照，拍独照。对对对。小戴讲还没有在做。没有。这么肥。还在。来，我们比个赞好吗？好，我们左前方，左前方。好，我们看向右边，谢谢。这边，其实他们这次说实在是发挥的相当的好啊，因为虽然第一场在可能状态不好或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可能发挥的没有那么好，但是后来经过调整之后，其实有渐入佳境，那其实越打越好，那其实也造成其他国家很多选手的压力，那。其实他们最后也是把握住机会，因为赛前我们并没有想说会有这么亮眼的成绩，那我们是尽量去争取一场一场来去把自己的表现发挥出来。那是要很感谢就是大家的支持，然后也要感谢体育署，然后奥会协会，然后国训中心，然后还有土营北师大，就是所有支持过我们的人，然后因为他们全心全意支持我，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最好的训练环境，然后出国也不用担心食衣住行，所以我们才有今天这样亮眼的成绩，所以就真的很谢谢大家。是说得到奖牌的那个沉淀后，对，我觉得还是希望说可以发挥我们运动员的本质吧，希望可以让更多在彷徨的状态的运动员可以更坚定的动力，然后让他们知道我们台湾是有机会在奥运讲台上发光发热的。因为我那时候是跟李阳，我在看李阳，然后跟他确认说，他刚刚是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喊到我们名字以后才上去，我就这样看他，我们就是看他，我说我们是喊到名字才上去，然后站上去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点不太可思议吧，就是我们觉得说我们竟然真的做到，就是真的做到达到这个成绩，对，然后也很开心可以看着慧琪升到最高点，所以就很感动。我是跟齐英讲说，真的是我们两个嘛，然后也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吧，是我们两个做到这件事情，然后因为在出发前有，就是我们也没有那么想到是我们就只是想说我们把内容做好，然后把每一场的战术打好，然后听教练的指示，然后也很谢谢，真的很谢谢体育署，然后很多长官都会一直关心我们，然后把我们弄得很。照顾得很好，照顾得无微不至，让我们只需要专心比赛就好。还有奥会啊，还有公司，还有协会，都照顾我们，照顾得很好。对，其实就是看，就是，很谢谢总统，就是这么，给我们这么大的荣耀，就是迎接我们回来。所以，而且我们第一次看到战斗机，其实真的很蛮觉得蛮炫、蛮酷、很新鲜，就很谢谢大家的关心。